我们看例子三，三次方的这个。交叉相乘过后有三次方，我们2x 三次方交叉相乘，通分母就 x y， 三次方可以变成 x 加 y，x 平方减 x y 加 y 平方就 x y。我们one x 加 y 等于六。y 会等于六减 x， 把这两个都带入 ，substitute into 3 x 加 y 是六 ，y 是六减 x， y 是六减 x， 减六 x 加 x 平方加三十六减十二 x 加 x 平方五十四 x 减九 x 平方，这是 x 来的，化简。58x 加36等于 54x 减 9x 平方，所以这边是 18x 平方108 x 加26，翻过来，九 x 平方就27x 平方，减162 x 加216，除以27，除以27六，除以27八，因式分解。负负的正 x 是 x 二，所以 x 减四等于零，或者 x 减二等于零 ，x 等于四 ，x 等于二 ，x 等于四带入这里，所以我的 y 多少？二，当 x 等于二 ，y 就等于四。检查一下分母啊。分母不可以等于零 ，y 不可以零 ，x 不可以零，所以这个 solution 是 accepted。42，还有24。